哇，厉害！太阳，哎，刚好这个礼拜啊，等于是明天就是母亲节啊。啊，看看，好好的一首歌唱那么悲哀。 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工作，真的就像妈妈一样。问一个，哎，要找妈妈的歌是吧？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哎，还有什么？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。谢谢你带来这段 rap 好不好？吓死人了！我们在这里要祝福啊，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妈妈真的是很辛苦。对啊，你们辛苦了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，就是让妈妈有一个醒思的一个单元哦。醒思，超完美辣妈。对，而且是二十三十四。哎，所以今天年龄要讲，我觉得妈妈的外表当然不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如果一个很有爱的妈妈，又可以让她的外表变很漂亮，那女儿也或儿子都会替她。美就是心中有爱嘛。对，今天几位辣妈了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让所有妈妈看了以后，你才知道啊，原来我也可以变成是这样。你绝对可以的，今天可以漂亮亮，也很开心。赶快来看看超完美辣妈传奇。根据内政部的统计。 台湾早期由于性教育的不普及，女性当妈妈的平均年龄从20岁到23岁。但是，1990年之后，女性结婚年龄提高，因此台湾女性当妈妈的年龄却每年逐渐上升。有人说，生产是女性身材走样的头号杀手，但是在演艺圈中却有许多产后但依然身材窈窕的辣妈。 例如日本动感天后安室奈美惠，虽然已经育有一子，但是还是属于拥有窈窕曲线的新生代年轻辣妈。在台湾，身材高挑的人气宝贝贾永杰，也都是性感辣妈的代表哦。除此之外，台湾一些中生代的艺人，如温翠萍以及柯伟如，产后身材曲线更是许多妈妈们梦想中百分百的辣妈模样。 而今天人不可貌相，也找来五位身材火辣、拥有窈窕曲线的辣妈。现在就请观众朋友们猜一猜，哪一位才是幼稚园小朋友心目中的最爱呢？厉害了！最后那句话 keyword， 哪一位才是幼稚园小朋友心目中最希望她是我妈妈？哎，有时候你看哦，自己有妈妈都会羡慕，如果别人的妈妈是我妈妈多好。对，今天总共来了五位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位。 Angel，欢迎我，Angel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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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17年了。我们男人也确实是他结婚17年，他有我们的16岁的女儿，你相信吗？不可能的，见鬼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姐姐，你有40岁。她有香喷喷姐姐，你是姐姐啊？她的名字就叫 Angel， 有没有？好正哦！跟大家 say hello， 人了 ，say hello，say hello，say hello。各位大家好。啊，好美哦！不错不错，这超级辣妈，你真的有一个16岁的女儿啊？是的，自己怀的吗？还是抱来养的？怀的，自己怀的是吧？对，那个腿好美哦！怀胎10月生小孩。的那种感觉能不能跟我们解释叙述一下？那就问您的太太就好了。果然是妈妈好会讲话，不关那一码的，你自己怀的感觉。你自己的过程呢？我自己的过程啊，从头吐到尾。吐到尾，怀孕会害喜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当人家妈妈之后，那个整个心态是不是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以前我记得我叛逆期的时候，好像不是跟妈妈相处得很好。可自从我怀孕之后呢？我发现妈妈鬼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不是，我会觉得妈妈你真的好伟大，你从怀我的时候就这么辛苦。妈妈你好伟大，因为我的肚子越来越大，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？都是你害我的。你自然生产还是开一刀拉链一条？有第一胎是自然，第一胎啊？你有几个？2个。哦，2个。第二胎几岁了？第一胎自然生。对，第二胎几岁？10岁。
哇，看不出来。哎，她老公一天到晚都担心她有外遇，不要说什么穿上出门，太漂亮了，你受得了吗？她竟然说大安森林公园做早操，你怎么相信呢？穿上像三十几岁而已啊！见鬼了吗？你这不说谎要打草稿了吗？妈妈结婚之后变成十项全能，还会换灯泡、修水电，还会开啤酒以及写毛笔字。还会吟诗作对，可不可以说一下，就是你以前是在结婚前很少做家事，是不是？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对，听说他还是专业珠宝鉴定师啊。哎呦，对嘛，女生要自己有才华，所以你就真的是又要洗衣打扫，然后又要出去当那个珠宝鉴定师，又要当妈妈，对，就很多多重角色。哎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太好太好。好，那么这位妈咪啊，也对着镜头摆个 pose 好吧，哈，来来摆一个 pose， 一二三，哇，主要看全身，哎呀，全身太漂亮。一号就够呛的，其他怎么办呢？好，这是我们一号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。马上来欢迎咱们第二位黄玉佩小姐。欢迎黄玉佩，23岁，163公斤。哎呦天哪，妈咪，我不相信。哎呦，直接走完。你知道史上最幸福的小孩有多幸福吗？哎。喂母奶喂到4岁大，对，而且那个小孩子体质也会变得很大。我喝到6岁，啊，那么大，嗯，本来是因为名称问题，后来是个人啊，爱玩。如果小孩子不喝的话，胀奶的话，好像爸爸要帮忙喝。没有，不是吗？那会不会夜晚的时候看到一大一小就？一个爸爸，一个小孩。难道一个隔壁老王嘞？哎，老王啊，哎，奶又多出来，要不要喝一点啊？哦，来了来了。咱们第二位黄玉佩小姐。欢迎黄玉佩，23岁，163公斤。哎呦天哪，妈咪，我不相信。哎呦，直接走台步。哎呦，我们不敢正眼看他呢，天哪。哦，这位妈妈呢？哎，真的是年轻妈妈，只有23岁，小孩9个多月大，还穿这一套绷带装，身材好好，好性感哦，天哪！那个中间真的很性感。来来来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，来来来。大家好，我是2号妈妈黄玉佩。小孩9个月大，结婚1年多，等于你这个肚子刚怀过一个，生出来了。对。哎，你是不是本来体质就是偏瘦型的？对，从小到大算没有胖过。他生完小孩才41公斤 ，Oh my god！ 而且你那么高，常被搭讪呢。然后人家也死不相信他已经结婚了。我说我已经生过小孩了，不相信。对。结果呢？还穷追不舍啊。那你就把那个认成我，你看。有必要搞成这样吗？你是不是生过小孩一定有认成我？不一定呢，有的不会，可是。大部分的都有，有一点，一定要我承认吗？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当妈妈的过程，你学到了一些什么？不要说什么以前买东西可能不好意思杀价，嗯，现在开玩笑，砍死你全家，买东西的3200算200啦，好狠哦，太夸张了吧？哎，我妈是这样啊，哎，2000太贵啦，剩400啦。然后就看到那卖鞋的，通常是砍后面的零头，不是砍前面。没有，他是头直接砍掉啊。然后那个看那个卖那个卖鞋的，整包包着警察来的，也没跑这么快。鬼啊，吴太太又来了！整个夜市化收摊的，关灯的关灯，收摊的，还有人鞋掉在现场。我妈也会。哎呀，恐怖了！哎，他听说第一次当妈妈嘛。第一次难免小孩不乖，总是会修理一下。第一次打小孩，内疚了一个礼拜。在坐月子的时候。可是怎么说，你小孩都还是个婴儿，你本来就应该打他吧？对对对，可是因为你偷，怎么他都内疚了，你还怪他？好了好了，不是他小孩那么小，他哭是应该，你怎么可以打他？你可以拿橡皮筋远远的弹他。哎，错误示范，吴妹妹、吴弟弟，你们当婴儿的时候都被打过，都被弹过。不是，这样他长大才不会记恨，你弹完就闪人嘛。没有啦，因为那时候坐月子，小孩他都睡白天啊，那晚上他就偏不睡啊。那有时候当我很想睡的时候，就会有点失去理智，然后就
不小心打下去，然后他狂哭，马上抱起来，然后就觉得妈妈对不起。等清醒之后，隔天睡饱之后，就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好，太好太好，来，对我们七七做个摆个 pose 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啊！他长得好古典哦，眼睛好凤眼。对，他真的蛮古典的哦。好，这是我们二号旁边休息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来，小钟小钟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这个辣妈还可以吗？哇，真的是感觉。你妈看了都会想把。你妈，你国小的时候她有没有这种？我妈没有，我妈从小就胖。聪明还是小心，从来没有好过。来，那个钟妈妈，这是小钟呢送给你最好的母亲节的礼物。他说你从小就胖。文山，我不希望我们问到你吧？怀念啊！就我们直接跳过好了。没有了，他又拿麦克风嘞。感觉像妈妈还是像爸爸？像妈妈。啊，真的吗？他也留胡子啊？像妈妈，对啊，胡子，那不恐怖了？对啊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因为我们这不知道情况，不敢乱问啊。还 OK 吗 ？OK， 跟妈妈感情好不好？母亲节播出吗？没有。对对，差不多，要不要跟母亲节前一天？我们是礼拜六，已经播八年了，你才礼拜六，会不会是母亲节啊？但母亲节之前，所以你要不要跟妈妈说什么话？真的，请说。这会不会剪掉？不会啦，担心那么多啦。不要讲，不要做，就别后悔。就讲就好了。好好。妈，好，母亲节快乐。搞什么？就这样子吗？好了好了，第三位来了。第三位了吗？王秀珍小姐。欢迎。王秀珍，41岁，156公分，47公斤。走个台步，好累啊！天哪，对啊，这林安特都没招输了。这位王小姐呢，结婚13年，有2个小孩。两个，哎呦！啊，哎，拜托啊！皮肤好好哦。哎，你这皮肤这怎么这么好？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哎，因为我是从事有氧工作，所以应该是运动会把就是皮肤啊，整个性质大家会好一点。是是，哎，你要弄那个肚脐环啊。太可爱了，你而且你的肚子好漂亮哦，没有妊娠纹，哎，没妊娠纹，有没有看？又结实，很均匀的身材，各位听声音就知道。哎，这是对妈妈做的事吗？没，不是，她已经年轻到我们不觉得她像个妈妈。对呀，你到现在还是在教韵律。对。哦，绰号叫巫婆啊，因为我老公姓巫嘛，就姓巫，老婆叫巫婆，好可爱哦。她还喂母奶喂到4岁大。对，小孩有吃奶吃这么大吗？因为那时候住上海，那上海知道那黄浦江的水都是黄的嘛。哦，上海。那时候有问就是澳洲领事馆那些医生护士，他说没关系啊，你就喂，然后当然有附加副食品。哦。就是8个月之后就副食品，对，泡出来也是黄黄的，还不如干脆喂母奶，比较方便，容器又美观大方。隔夜喝又不会坏掉。其实喂母奶会把身体会体质更快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那个小孩子体质也会变得。我喝到6岁。哈，那么大。本来是因为名称问题，后来是个人啊，爱玩啊。其实妈妈很辛苦，如果小孩子不喝的话，胀奶的话，好像爸爸要帮忙喝。没有，不是吗？还是说要去挤把它挤出来，要挤出来。而且听说小孩子在喝母奶的时候，妈妈会很痛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会不会夜晚的时候看到一大一小就？你说一个爸爸一个小孩吗？难道一个隔壁老王哎？哎，老王啊，哎，奶又多出来，要不要喝一点啊？哦，来了来了。多奇怪！哪是讲这样子？对不起，妈咪啊，不好意思，小孩子乱讲话。明明就是他乱讲话。我这两个女的乱讲话。奶妈这会判断啊，是不是？公理自在人心。好好，来又很幸福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妈妈今天来上节目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！给她来一段这个有氧舞蹈。好，来秀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阶梯有氧。哎，阶梯耶，哎 ，step 那个很难的，运动量很高的。对对对对。直接阶梯进来。要没有要先换一下衣服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巫妈妈，谢谢巫妈妈。好好好好，那你下去换衣服啊。哇，太可爱了，这几个妈妈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妈妈有没有这么活泼？
我妈妈其实还真的还蛮活泼的，我前一阵子还跟她一起上节目。对，是哈，这位妈妈本身是一位歌星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让那梦一卡过能。欢迎林美小姐。欢迎。哎呦，林美。哎，三十四岁，一百九十九公分，五十三公斤。Oh my goodness！ 你知道大陆新娘最爱吴宗宪吗？我们的店面贴满了吴宗宪的海报。你店里是卖什么的？保险套专卖店。哇，你可以贴苏有朋的照片啊。但是你不是有代言过吗？永保安康嘛。这一款是很多学生会买的，棒棒糖的，很多学生。它叫来电摇头丸，电话来保险套会亮。哎呀。欢迎林美，哎，十四岁，一百九十九公分，五十三公斤。Oh my goodness！ 他有蓝穗灰跟短路呀，来，直接走台步。新材新生姿，跟妈结婚七年，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儿。哦，妈妈家里也不点到。而且妈妈不是台湾人哦。哎，他这一道走过去，还有一股旋风在这里。对啊，我知道你是说我很大条就对了。哎，没有，林美小姐，你本身啊，大陆新娘啊。哦，北京人，对。北京人，欢迎你来，欢迎。在台湾住的习惯吗？不太习惯。不太习惯。住了几年了？结婚七年，来三年。哦，孩子都已经八岁了。孩子六岁啦，我也希望啊。啊，是哪儿不习惯了？台湾哪儿不习惯？可能我在的地方是比较偏保守的地方，苗栗。我嫁到苗栗，嫁给汉林子，客家人。对，然后我觉得那边的人比较偏保守一点点，不是所有。那你嫁给客家人，你会唱《唐山过台湾》吗？会不会讲唐山过台湾？好了啦，厉害，那里有客家一哥，有没有？钟云成是哦，是哈尔滨人，出道五六年了，长大不红。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宪哥是我的偶像哎。啊，许多人都以为宪哥是你的偶像，这是什么对吧？所以答案就是他不是你的偶像，因为我们的店面贴满了吴宗宪的海报。哈，真的吗？哦，你们卖什么东西？他那些油泼出来啊什么的，要用一些纸把它盖住。对，是他们的店面贴满了我的海报照片。该不会是卖内衣裤的吧？你是卖什么？吴宗宪是保险套代言人。Good dog， 谢谢啦。告诉我们，你店里是卖什么的？保险套专卖店。哇，好酷哦！那你可以贴苏有朋的照片啦。但是你不是有代言过吗？永保安康嘛，有。哦，所以你是真的卖保险套啊？对。今天还有带很多他的产品来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叉烧包烧麦啊。这个好好笑哦，好可爱哦，宪哥，这个怎么会那么妙啊？哎。这个可以用吗？像鼻子，真的可以用吗？调情，啊？调情，调情可以反复戴。其实目前我们推出最新的产品是这个，为什么会有口味？它是香精沐浴球，放到浴缸里泡澡，然后会突然有一个保险套飘出水面。啊，哇，就泡澡，然后直接可以用，是不是？还有一朵花。这一款是很多学生会买的，棒棒糖的，很多学生。它叫来电摇头丸，电话来保险套会亮。哎呀，哇！里面有装电池啊？对，有装电池。这么妙啊！摇头丸嘞，这什么啊？好想打开。这个叫梦幻组，怎么搞这种东西？这个叫梦幻组。梦幻里面有36个保险套，各款功能都有。36个，拜托，那不是要用七八年的吗？保险套有很多功能啊，每个功能都不一样啊。保险套还有什么功能？并不能仅带五个可以去洗碗很快，对不对？烫手套。有名啊，有名，有走出瓶颈啊！带五个可以去洗碗筷啦，哎，蛮好笑的嘞，哎。其实哈，他那个东西啊，他那个工业用的有颗粒哈，你可以反过来带自己开心啊。很多人。
很多人认为保险套是避孕套，这个观念是错误，是错的。对啊，其实它也是情趣用品。避孕，对，其实不同的保险套会有不同的舒适感。对对对，哎哎，这位妈妈今天来做什么的？啊，做。哎，烧麦啊，叉烧凤爪啊，豉汁排骨啊。啊，大陆歌曲你唱一首啊。你唱好，介绍北京流行事物。不是，因为你们做这一期节目是母亲节的节目嘛。对。那我想带来一首大陆怎么讲，赞美妈妈的歌曲，叫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哇。这一听就知道感人了。对啊，烛光里的妈妈。Mother in the candle。真的真的差不多是这样 Mother in the candlelight 好吧，好，我把这首歌献给全天下的母亲。哎，厉害厉害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妈妈，我想对你说话，到嘴边又咽下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头发泛起了霜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脸颊为何失去了光华？妈妈呀，女儿已长大，先哥不要难过，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。哎呦，大家都在讲妈妈，我很想在对电视机前的一些男性讲一些话。哇，对对对，你说，你刚唱这个歌我好感动，因为我妈妈在我差不多20岁那一年，她就搬到台北来住，所以就一直跟我就住在一起，我很不好出手，每次带马子回去啊，她总是儿子啊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要对男性说些什么话？请说，请说。此时此刻，希望坐在电视机前的男性同胞们，你们能够以最最热烈、最最真情的拥抱给你的太太，给你小孩的母亲。希望你们能够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辛苦了。”辛苦了，妈妈。辛苦了。哇！哎呀，我们这好有味道哎。其实我一看他讲话的口音呢，我就知道是满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满族人。满族的。满足吗？满足，满足，满足，满足。所以你看，这在台湾真是个宝岛。台湾老公对你好不好？我们是自由恋爱过来的。满足，哎，这位也是你们的族人，满足的一只奶水不足。这个对，你看台湾真是个宝岛啊！你看人人吃的好饱，有没有？我是很快很壮，因为我怀我们家妹妹的时候，86公斤。哇，可是你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均匀。可是我还有6公斤在身上没有减掉。我今天非常怕，宪哥说我是举重的。还好我都没讲啊，厉害点，不会啦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但你讲话有时候哈，对，大家都知道。哎，来宾啊，来宾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是。感谢大家再一次肯定，谢谢。今天能够得到这个嘴贱奖啊，天下第一贱。摆一个 pose， 摆一个 pose， 好不好？这个超级辣妈妈，好不好？超完美辣妈，耶！欢迎你来到台湾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姐姐，收下。欢迎小姐。啊有有，好，第五一位，哎，要不要先看一下3号妈妈？啊，不是。哇，他的步数我看到了。哦哦哦，哎，欢迎刚刚那一位3号的王秀珍小姐。欢迎。Put your hand together。王秀珍哟。哎呦呦呦，哎呦我哎真的呢，哎哎呦是老师哎，线条好漂亮啊。哎呦，背肌也好美。哎呦。哦，你看身体的延展有没有看到？那你相信吗？不过凭良讲，歌是选的老了一点。
选这首啊？应该选那个印度魔咒嘛，把皮鞋擦黑那一首。哇哎呦！真的好好看哦，妈妈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这样用力？哎呦哎！哎，有吗？手呢？还有背后，背后背肌，背后好漂亮。背后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背后，哇！不是要用力，要用力，刚刚的姿势。哇，还有那个背肌。哎，妈手有没有看到？很美，很漂亮。所以妈咪也好漂亮。你在家里也要自己练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家这还是老一句话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千万不要懒到跟沙发融为一体。对，各位妈妈们要加油。加油！给妈妈很好的一个这个精神哈。谢谢吴妈妈，真好漂亮。好，立刻欢迎最后一位吴嘉玲小姐。欢迎。吴嘉玲，36岁，155公分，52公斤。哇哟，我的妈咪喂，欠恩，好角色。哎呦呦呦呦，厉害，直接走个台步啦，哎呦。Angelina Jolie 有没有看？哎呦，安琪丽娜，好妖娇，12年有3个小孩，3个，天哪，哦，你喜欢吗？不用没那样，哇，你现在健康那样。有吗？妈妈很像那种黑道大哥旁边的女人。对，大哥的女人身材怎么搞这么好呢？感觉很阿三。你有喂母奶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有做了一些些脂肪丰胸的事。哦，妈妈也是好自然的，3个小朋友了。对。哎，小朋友都很怕他，不敢跟你亲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很肉，是吧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点忧郁症的，因为我是生完3个小孩之后，产后忧郁。哎，对，产后忧郁症，那我小孩都很怕。我曾经几乎一年的时间是待在家里不出门。啊，那不行。那你有没有很难过？你的小孩怕你？你要走出来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自己警惕到说不能再这样子，所以我才会再次的哎让自己做一些改变。他去泰国玩的时候发生过恐怖的搭讪经验，想听听看。我去泰国玩，我们去坐那个水上摩托车。那水上摩托车，轮到我的时候我去坐，我觉得我坐很久，那有水鬼跟你搭讪吗？不是，还有我不清楚，我只觉得说，可能这是一定的行程，就一直聊，然后开蛮久，几乎一个岛骑了半圈的。导游就带你一直开啊？对，那我不清楚，后来我回来才清楚知道说。人家全部都回来了，还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现在才回来。哦，原来他是水上摩托车载着就离开了，就去几乎游了半个岛再回来这样子。你们当中有停下来？没有，就这样聊天啦，然后骑着摩托车上一直开。那我觉得导游是泰国人还是台湾人？泰国人，可是他会讲中文。哎，那还真恐怖，因为他骑他还有眼睛稍微瞥到，因为察觉不对了嘛。哎，不对，基隆港。写了没？已经回台湾了，是不是？好夸张啊！泰国骑回基隆港，对啊，那很恐怖。那你要办入关手续啊，就回来。入关直接回来。又绕回来呢？对。哇，3天后才找到。还没啦。还有啊，你还陪他开个玩笑，你厉害厉害，很有耐心。来，一样给妈妈来一段这个 pose 啥吧？辣妈的 pose。2、3，超级辣妈。哇。哎呀，好辣哦！究竟这五位气质不凡，还拥有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的辣妈，哪一位才会是幼稚园小朋友心目中的最爱呢？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赶快来猜猜看吧！好的，好，方文山先生，你选2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年轻，看起来好像比较不会打人。他婴儿都打他，还有不打的吗？不是小朋友的眼光吧？哦，对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看起来好像比较，所以比较乖，选2号。好，嘉文。3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以小朋友的经验啊，其实小朋友都喜欢个子矮的女生。他看起来比较觉得跟他比较接近，对，同类。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小朋友缘的女孩子个儿都比较小。感觉你跟3号妈妈好像哦，我以后希望可以像3号妈妈一样。各位，再来是有朋友选哦，他会选哪一个女生呢？吃奶杀手的永鹏哥，我会选1号吧。1号，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眼光选好不好？你希望她是你妈妈哦？没有，我觉得她感觉起来可能最像大姐姐，最亲近，对小朋友来讲，她比较没有妈妈的感觉。
哦，了解了解。哎哎哎，来，凯蒂，我选三号。哎，你也三号啊？哎，因为是小孩子啊，所以还是要有慈爱的感觉。是是是。然后，你是觉得其他都是很角色？没有，就是他有一种像张艾嘉特别的成熟感。好，了解了解。对。来，接着下来369音乐来一下，恐怖了。接着下来客家一个，到底他要选择是哪一位呢？ Combo Combo Combo， 金雕金雕 ，Kick Kick， 加 Combo， 已经来算一盒有人算过啊嘛，算二盒有人算，伊想要算三盒嘛有人算，四盒更是过去客家庄，伊无算伊感觉人生无啥物意义。第五盒是要安怎？今天敢那是第四台公频道有看到伊咧卖贵夫人菜刀主何明玉，无算是咩啦？这个其中。小钟，伊是客家一个足痛苦诶，观众朋友看我痛苦，你看足痛苦诶。一个小钟把他搞这么久，你可能是便秘哦。你想了太多年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五号？嚯，厉害啦！为什么不选四号？你得罪人那么多，再不选五号的话，真的不给。没有啦，我觉得小孩子一定会喜欢像五号这样子的妈妈，因为我觉得他看到他，我觉得有点像我妈妈的味道。就是有妈妈的味道，对，妈妈的味道，就是有那种她的身材不会太苗条，但是又不会太胖，不会太苗条。你见你个就是刚刚好。我觉得客家一哥怎么看的，真是同山过台湾。来宾猜测的结果，除了四号妈妈以外，其他似乎都相当被看好哦。到底哪位才是小朋友们心目中最喜欢的辣妈呢？这位小美眉，她会喜欢几号妈妈呢？怎么都不喜欢，喜欢我的妈妈。而这位可爱的小妹妹会希望谁当她的妈妈呢？要我当你妈妈？你几岁？更精彩的内容，我们马上回来。母亲节快乐！要在母亲节的时候告诉所有的爸爸妈妈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I stay you， 我爱你。哦吼！今天呢也来了非常多位的辣妈，当然我们的评审团是谁呢？这是最重要的，赶快来看看我们可爱的评审团吧！呜！快快乐乐上天庭，不怕风雨不怕雨，勇敢自信。今天的评审团是由一群幼稚园大班的小朋友所组成，今天他们将为我们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辣妈类型哦。妈妈们有一项拿手料理大考验，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非常好，我们赶快进行料理大赛 ，Go！ 各位小朋友，今天阿姨为你们准备的是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这道料理可不是什么人都会的哦。你瞧这位妈妈利落的身手，很快速的将花椰菜切好，紧接着将意大利面给烫熟。再来就是使用懒人专用的料理包来代替原本麻烦的问题。我只能说，现在的妈妈真是太聪明了。等一切材料穿烫好之后，一道简单味美的意大利面就完成喽。这就是小朋友的最爱，今天的冠军非我莫属哦！哇哦，兼具营养和美味的意大利面是小朋友最喜爱的时髦料理哦！嘿嘿嘿嘿，我最聪明，小朋友最爱的就是这个。没有错，这就是鸡块跟薯条。这位妈妈也太机灵了吧！直接用现成的材料，用大火炸个5到10分钟，一道小朋友挡也挡不住的美味料理就要上桌喽！你瞧，炸得香香酥酥的鸡块跟薯条，让人看了忍不住食指大动。而三号妈妈又会做出什么料理呢？我们快来看一看。要抓住小朋友的心，要先抓住小朋友的胃。是的，擅长做菜的三号妈妈，今天就要为小朋友们做一道营养的三明治。三号妈妈说，现在的小朋友普遍偏食，所以三明治里面加入了适当的蔬菜水果，可以让小朋友们的营养更加分哦。完成了，想不想吃一口啊？哇哦，这色香味俱全的三明治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大快朵颐一番喽。来自北京的妈妈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料理呢？我今天做的这一道料理呢，就是拌面，很特别的拌面。要把所有的菜切成丝，
等一下的面要拌在一起。那红萝卜它的皮要稍微刮一下。你们家乡都是这样切的？我不知道，那我先生昨天晚上先教我。其实根本没有下过几次厨房的四号妈妈，在家里可是从来不做菜的，所以她切菜的刀工实在是不怎么样。虽然刀工不好，不过该切的菜还是切完了，接着穿烫完所有的材料就完成了。她的成品会是如何的呢？你看，色香味俱全，这一次的比赛我赢定了。这面似乎太白净了一点，小朋友接受的程度如何，恐怕只有天知道喽。而五号妈妈又会做出什么拿手菜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。一开始，五号妈妈完全不介绍自己的料理，只顾准备自己的材料。到底五号妈妈要为小朋友们准备什么料理？我说五号妈妈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这是个秘密哦。好了，别再逗他们了，赶快让我们大家看一看吧。哇哦，这妈妈的爱心便当不但颜色丰富，看了更令人食指大动哦。你是不是也很想尝一尝呢？究竟这五位妈妈做的菜，谁会比较受到小朋友们的青睐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看结果如何。等了好久哦，菜终于好了耶！哦吼吼吼吼，小朋友久等啦，想不想要吃妈妈们做的菜？我们到前面来看这些妈妈做的菜好不好？来，审核阶段开始喽！30位小朋友一一走向前去，看妈妈们所做的料理。而这5位妈妈也展现出他们的3寸不烂之舌，介绍自己所做的菜，同时也展现出他们自己的亲和力。究竟小朋友们对他们所做的菜印象如何呢？我们现在赶快来听听看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。妹妹几岁？6岁。6岁咯。你觉得啊，几号妈妈煮的东西最好吃？1号。1号哦，你喜欢吃面？一号最好吃。那你觉得哪一个妈妈煮的，你觉得我不要吃她做的东西？4号。4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她的东西有地方不好吃。他觉得4号妈妈煮的东西有地方不好吃，好有主见哦，谢谢你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啊，好，你好高哦，在里面幼稚园，他属于就是巨人型的。来，妹妹，你几岁？8岁。哇，8岁了，你觉得几号妈妈煮饭最好吃？2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煮的鸡块很好吃。鸡块，喜欢吃鸡块。对。那我煮鸡块，你会不会吃？不知道。小孩子很聪明，不是只有鸡块就好吃，所以代表2号妈妈炸的鸡块好吃。好，那你觉得哪一个妈妈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她的东西不好吃耶，是几号？1号。1号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不想吃。不想吃她的菜，现在小孩真有主见，谢谢。这位小朋友会喜欢谁做的菜呢？2号妈妈，她煮的东西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而这5位如果要选一个当妈妈，她会选几号啊？怎么都不喜欢，我喜欢我的妈妈。这个小孩说我什么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我的妈妈。妹妹妈妈，你看多感动啊！你最喜欢几号妈妈煮的菜？5号妈妈煮的菜。5号为什么？因为她的玉米很好吃。而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又会希望谁当他的妈妈呢？要我当你妈妈？你几岁？8岁。8岁，我算一下，如果姐姐12岁结婚的话，就可以生下你的耶。好，我改天当你妈妈当一天吼。谢谢。陆陆续续听完几位小评审的意见之后，我们赶紧来进行今天的投票吧。好了。投票开始喽！30位小朋友一一走向心仪的妈妈面前，将手中的康乃馨送给她。到底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？观众朋友们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告诉你。投票已经开始了，
30位小朋友们一一走向心仪的妈妈面前，将手中的康乃馨亲手送给她。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来，二号妈妈的人气还颇旺的呢，到底冠军会是谁呢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来看看今天的冠军妈妈，就是二号。好，正确答案二号，恭喜二号妈妈。哇，只有方文轩答对。哎呀，哎，方董果然是阅人无数啊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不过今天我那个评选标准怪怪的。对对啊，根本就是因为二号妈妈拿的是薯条嘛。对啊，所以就小孩子喜欢吃薯条啊，很鸡块啊，有没有？心机很重啊，因为一天到晚吃妈妈的菜，所以你一炸薯条就觉得哇，外面买的有鸡块耶，对，小孩子都喜欢。对啊，然后四号妈妈可能拿饭饭，那就完蛋了，小朋友不吃饭饭。对啊，所以很厉害了。但不管如何，我们要祝福啊，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妈妈一定要天天快乐。对对对，而且你也可以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哦。万一你觉得实在是减肥减不下来的话，哎，也可以求助于这种所谓的整形大夫。对，我们今天请到一位专业的医师来帮我们咨询一下。张炯明张医师来到我们现场。哟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哇，无所谓神奇的张医师，张医师，哎，两位美女好，厉害厉害，在各大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。对啊，哇，金家呢那嚯，小川小花太有名了，不过他实在是百忙之中来的。对啊，张医师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就是现在妈妈比较常做的整形手术有哪些？生过小孩之后，他们要做的是整形是有哪一些比较？基本上其实我并不建议哈，那个刚刚生产完的母亲来做整形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基本上那个怀孕完的妇女都是虚胖。还有肌肉松弛，让它复原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希望是说不要来找我整形，先运动。对，应该是说适当的饮食控制，加上那个适当的运动啊，然后持之以恒。那运动很重要，比如说运动呢，应该要做一些仰卧起坐啦，对呀对呀，还有那个臀部要夹紧，是是，哦，臀部夹紧，臀部夹紧，然后那个垫脚尖，垫脚尖，对，那脚这样慢慢从往后面去抬，对呀对，也不要这样做，也不能做刚生产完毕啊，这是用经验哦，好不好？你们将来记住，生产完毕的一周之内，你尽量不要去玩高空弹跳，好吧？这个是比较，当然不会呀，坐月子都来不及了。那当然了，如果是说那个真的瘦不下来，是是，经过一年之后，也不要太早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刚生产完，他有那个产后忧郁症嘛，所以最好是不要做手术。那如果是经过一年之后，真的瘦不下来，再来做一些调整，比如说抽脂肪啦，或者是做一个雕塑。但抽脂也可以再封一下，当然可以，还有脸部、胸部都可以。那能不能抽我的脂，然后封他的胸？那不行，我不要。目前倒没有这种技术。见鬼了，我才不帮你长大。那那个产后最容易变形的部位是哪里？哦，最容易胖的地方哦，就是腹部、还有臀部、脸部这个下巴的地方。哦。了解了解。那个问题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瘦不下来的话，那才来。找我们的整形外科来哦，太好了！今天跟我们讲完，我们对这个整形又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对呀，母亲节搞不好送妈妈一个礼物就这个了，好吧？再次谢谢张医师，哎，掌声鼓励，来，是往这边走，阿生，再次谢谢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看到这么多位漂亮妈咪啊，主要是她们活泼开朗，她人生观是快乐的，没错，这一点比较重要。对，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母亲都可以很开心。对对对，也谢谢五位来宾朋友，那么也希望呢小弟呢。赶快走出自己的瓶颈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对的，你好好回去孝敬母亲吧。你今天已经很努力了，是是，也感谢我们这个五位漂亮妈咪来到节目当中。妈妈辛苦了，下周同时间继续回到我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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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猜。